悠悠，你叫我什么？西班姑妈。那你叫他什么？太阳。你不能这样叫。为什么？阿姨呢是我女朋友，你要这么叫，那咱俩就差辈儿了。那我叫差姨。小外婆。不行。那我不做你小外国女朋友了。悠悠，以后啊，你叫我 Simon 叔叔。你说你要叫我小外公的话呢，我以后找不了老婆了，就只能给你一份压岁钱了。你要是叫我 Simon 叔叔呢，以后你就能收到我和蔡阿姨两份压岁钱，这样是不是很划算？乐了乐了，哎呦，就属你最机灵。我说你怎么跟一个小孩子较劲呢？一把年纪羞不羞？是不是？哎，还有，谁要跟你结婚做老婆？你说谁一把年纪啊？那你着急结什么婚啊？不是，你看人方宁和凌润，他俩过得不挺幸福的吗？人跟人能比吗？切，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这是随便试试的事情吗？那不行就离呗。哎，陆亦瑶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还没结婚就想离啊？不对，谁要跟你结婚？哎呦，来亲一下。叫 Simon 叔叔。Simon 叔叔。对，对，好。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夹。啊，不用了。哦。你不吃吗？我不吃，我减肥。胖了上镜不好看。啊，那个我前两天刚看到剧组发的新的剧照，我觉得状态挺好的，不胖，真的。看了啊。啊。是吧？挺好看的。导演说我那场恋爱的戏演得不错，下次准备给我安排一个失恋的戏。我觉得我能演得挺好的。啊！哎呀，你干嘛啊？快尴尬的。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我也没有怪你。我明白，喜欢呢不一定就要得到。哎呦，别说这些了，今天陆芳宁生日，一会儿说这些又不高兴。你吃吧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，你别减肥了。会胖的？不胖，不会胖的。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最美的。知道吗？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减肥。我也不想当什么明星，我就是希望有一个人能真的关心我，真的喜欢我，我就是想要这种感觉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真知道啊！哎呀，我就说嘛，你知道啦。啊。
好想你啊。真的好想你。叔叔好像知道了。这大概是我过得最难忘的一个生日，但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我们的一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能过的生日也历历可数，但只要和所爱的人在一起的话，大概真的还会有无限的可能。姐姐一直想跟你说，生活会被很多东西束缚，没必要那么复杂。做你想做的事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你要记得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姐姐都会在你身边，默默支持你，陪伴你。开始我自己的人生喽。方宁，怎么
事啊？没事儿，我就是太开心了，真的。谢谢你啊，给我准备这个生日会。其实，因菲尼特、家，还有孩子，都是姐姐想在三十岁之前完成的人生理想，所以我当时才那么想跟你要一个孩子。你成功了。哎呀，我一直在想，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完美的人？也许是因为你就是姐姐带给我的礼物吧。凤宁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陪着你，把愿望实现的。那我的礼物呢？生日会啊，这不就是给你的生日礼物吗？这就没了？那你还想要什么？行吧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让我体现一下我的得体大方啊，对你说一句，不管你送什么给我，我都好开心哦。谢谢你。我也谢谢你。二媳妇儿，妈今天特别高兴。哎呀，受累了啊！你陪我们闹到现在，赶紧回去吧。好嘞，我们走了，你也早点歇着啊。啊，回去了，早点休息啊。亲家，我回去了，走了。再见。好，再见啊。再见。跟您说一声啊。再见，小姑，再见。拜拜。那什么，弟妹，我们也走了，我会安全把她送回去的，放心吧。就你们有人送是吧？那我也先走了。我跟你说，注意身体啊。行了，你去吧，别想我啊。彭博，走了。彭博，拜拜，加油啊。真乖。爸，今天也没怎么好好陪你们。哎，挺高兴。哎呀，多大了还抱，你自己都是有儿子的人了。哎呦呦，你是要跟爸爸妈妈睡，还是跟姥姥姥爷睡？跟姥姥姥爷睡，你巧克力哦。那就跟姥姥睡啊。你这个小坏蛋啊，你是不是就不想留下来陪我和爸爸打扫卫生啊？哎，就是不愿意陪。就是不愿意陪。行了，你们去吧，早点回去休息啊。放心吧，拜拜，跟妈妈再见，走了，拜拜。放心，我照顾好他，常让他玩点游戏啊。哦，放心，去吧啊。好，拜拜。走了，拜拜，早点休息啊。拜拜，走了，去吧，拜拜。老爷，哎，慢点。行了，那我们也回去了。那我们也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是各回各家。行吧，你说哪样就哪样吧，去吧。等你过生日，我给你更大的惊喜。谁要跟你过生日？李瑞呢？自作多情。6年前的风铃，在你离开的时候摔碎了。现在，我送你一个新的。
后面的小朋友，哎，对，再高一点。是有点忐忑，怕你会不喜欢，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试一试。方宁，我现在要进行最后一项程序了。你还记得那枚硬币吗？我把它和戒指融在了一起，之前它是你的定金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方宁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但是，你把你那枚戒指扔了，我这枚还一直在我身边呢。这么多年，你还带着它？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没关系，这一枚呢，是老公临人送给我的。这一枚呢，是男朋友林忍送给我的，我都要。哎，这下好了，两个都戴上了，你就永远也逃不了了。我也没想逃。
尝试弥补过去的遗憾，我也想让你的生日变得不再悲伤，把它变成最值得纪念的日子。所以这些才是你给我准备的真正的生日礼物，对吗？满意吗？嗯，很满意。其实我最想要的生日礼物是……好了，现在定金都收下了，你人也是我的了。那我们就进屋拆礼物吧。行了吗？嗯，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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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往左一点。左。嗯哼，左一点左一点。行了吗？嗯，再左一点点，一点点啊。哎，往左再来一点点。我是个病人。我回头让你带薪休假啊！快快快，再往左一点。这个设计师天天帮你搬这个搬那个，是不是有点歪呀？现在看着。好了吗？矫情。姐。你看到了吗？这儿呢是我的新店，是我自己想做的品牌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是陆芳林小姐吗？你好。你好，刚刚门口有位先生让我把这个给你。谢谢啊。行了吗？芳宁，哎，陆芳宁，陆总。看什么呢？看得这么入迷啊？什么好东西啊？股权转让协议书？咱们悠悠真成富三代了？哇！哎，方宁，这画到底行不行啊？嗯，高尔凡，高尔凡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就知道你会跑过来，怎么这么激动的赶过来，没有把股份直接给你，不满意了？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我也没有在开玩笑啊，具体内容你都看到了。我会离开陆明，手上的股份也会全部交给陆易遥托管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就让他转给你；如果你们都不想要的话，将来给悠悠也是一样的。至于要不要重启 Infinite， 决定权也在你。为什么呀？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。陆明的股份现在对你来说应该也没那么重要了吧？而陆瑶这么多年一直坚守在陆明，他不仅仅是为了你们，他也是真正想要守护陆明的人，所以交给他很合适。我的意思是，为什么这么突然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你不是都骂过我了吗？那我总得反省啊。我打算离开这里了，方宇寄了演出票跟我炫耀，总不能浪费吧？那离开这里之后呢？你准备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少来了，跟我没关系的话，你干嘛要祝我生日快乐呢？既然祝我生日快乐了，那我就当你默认我在你心里还算是朋友。再说这么多年了，关心你一下不行？
我打算继续环游世界。别担心，这次不会再寄明信片给你了。不过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不用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一直也都没为自己活过。我想重新看看这个世界，没准走着走着，也许会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也许这也是陆月希望看到的。也许很快。祝你好运。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高尔凡，今天用的这个发胶味道不错，我喜欢。再见。思雨，我们结婚吧。我拒绝，我还年轻，说不定以后我还会遇到更好的。我拒绝。你是年纪大了缺乏安全感，还是怕以后找不到比我更可爱的，所以才这么着急结？我说了我拒绝，老年人。我和林瑞呢，准备重新办婚礼了，是真正的婚礼。给你一次当伴郎的机会。哎，我连一次婚都没结，有的人都结第二次了。蔡思雨，你的小说也该写到这儿了吧？来了。绿瑶，思雨啊，我也难受啊，思雨，我好想你啊，思雨，思雨。借着酒劲，就像你写的小说和上司醉酒组 CP， 这样我就什么都解决了。解决什么？你怕什么？你小说里写的不是挺详细的吗？我也没有那么详细吧。
四爷，我什么都准备了，我给你看，你看。我就是想跟你结婚，我不是逼你啊，我就是怕，要是你只是我女朋友的话，你不给我什么承诺，突然还来了一个比我帅、比我好的小伙，直接给我抛弃了，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你？我真是太难受了，我跟你讲，你说我年纪这么大了，腰还不好，这身体状况谁养我呀？行了，你清醒一点吧。我以前挺渣的，我那么对你是我不对呀，我不对呀，是我的错呀。但是我爱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，思雨，我求你原谅我。我求求你了、好了，行了，你不老。你说你长得这么帅，就算老了也是一个老帅哥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我一直觉得挺遗憾的。你说你身材这么好，我那天看都没看清，其他什么也没发生，你说遗不遗憾？林医生，您的胰腺癌研究课题这一次得到了那么多国际医学机构的认可，是相当年轻有为了。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问题，也是许多女读者关心的问题。您那么优秀就已经结婚了，听说您的夫人呢也是相当出色，林医生，您能介绍一下您的夫人吗？她叫陆芳宁，是个有趣、霸道，是个普通人，但却是一个活得十分努力、也十分优秀的人。人的这一生会遇到很多难以预料的难题，但她却是我想要并肩携手一起走过这一辈子的人。我觉得这个摄影师吧还是不如我啊，把你爸都拍丑了，你看左边脸拍这么胖啊。没有啊，爸爸还是这么帅。那你是本人比照片更好看吧，而且妈妈的摄影技术是不是更好一点啊？妈妈，你那里买这么多干什么？你不懂，不能让你爸爸的盛世美颜祸害到其他的人。嗯，听说你和林医生的好消息了？看到没？怎么是两个？不过这两个加起来都没有原来那一个脸。哟，我不知道余生什么时候有眼神不好这个毛病了。不过为什么是两个呢？因为我陆芳宁不是一般的女人，所以啊，要用两个戒指把我紧紧地拴在身边。不管怎么样，余生，你只要记得，林睿从现在开始是我的了。知道是你的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帮你看着他，让医院里医院外那些莺莺燕燕都没有办法靠你？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其中之一？悄悄告诉你。我对有夫之妇不感兴趣。如果有人骚扰他，立刻告诉我。成交。不过，什么条件？外科手术 3D 模拟器三台。两台。一台不能再少。两台。爽快。成交。你这样告诉我。
我可都听到了。你聊什么？我先走了，别忘了我的机甲。爸爸，妈妈和医生阿姨在做交易。交易？什么交易啊？哎呀，没什么。我准备给你们医院捐赠一点医疗器械。是吗？嗯。这是好事啊。怎么买了这么多呀？因为好看啊，怎么看都看不够。但还是我的摄影技术更好吧？那是。对呀，好看，看不够。看不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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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看不够。耶，看不够，看不够，看不够。说什么啊？哎，我做饭有那么难吃吗？是啊，是。方宁，我需要你陪在我身边，在我开心的时候，不开心的时候。我会的，在我受伤的时候，脆弱的时候，我会的，在我成功的时候，失败的时候，我会的，在我变丑、变老、变难看的时候。这个嘛，这个不一定啊。啊？什么？我会一直一直陪在你身边的，直到永远。在我世界里，你的降临竟然让我开始相信命运，竟然会如此的动心。